金马奖来到第60届啦，除了先前公布的终身成就奖要颁给影后林青霞之外，今年其他的入围名单一样超精彩。在最佳新演员方面，911的春风首次演电影就挺入金马。最佳新演员入围的有邓金煌、复都青年、洪于红、春风，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？胡宇恒、少男少女、叶永新、但愿人长久、叶小飞、青春并不温柔，恭喜以上入围者。而在最佳男女配角方面，入围的有陈泽耀、复都青年、黄子乐、年少日记、陈木易、老狐狸、傅孟博、本日共修、林宝仪、白日之下。恭喜恭喜恭喜他们。60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刘亦儿、老狐狸、陈意涵、小小、万芳、五月雪、方志友、本日共修、梁雍婷、白日之下。每年大家最关注的男女主角奖竞争也是相当激烈，超夯的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直接形成网内互打。许光汉《关于我和鬼》，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，哇！林伯宏，宏关于我和鬼，他说怎么这是一部怎么样的戏啊，我们都尖叫的。吴抗仁，复都青年，叫在王伯杰一起，阮经天，周楚楚三，来你们都叫呢。60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入围的有胡玲、菠萝凤梨、林敏彤、小小、钟雪莹、田石碾，这个字真难读，广东话就有点像脏话。陆小芬、本日共修、余香莹、白日之下，恭喜。另外天后蔡依林演唱的《亲爱的对象》也入围最佳原创电影歌曲，她将对战金曲新人童佩瑜为本日公休演唱的同款。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入围的有《亲爱的对象》、《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》、《一路以来》、《复都青年》、《娇啊》、《老狐狸》、《五月的人》、《五月雪》、《港宽》、《本日公休》，恭喜你们。Oh, my God.